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了，如果我们理解原来信仰是从这样的光景去看的话，因为现在我记住我现在不是讲纸上谈兵，我讲真刀真枪。你会看到所有那些在信仰上纸上谈兵的人呢，他跌倒出去犯罪，犯罪就真刀真枪的，他偷呃拐骗都是真刀真枪的。不过行真理就是纸上谈兵的这些人，很恐怖的。但现在我讲的呢，就是说在信仰上我们真的真刀真枪的人，其实我们怎样行整个信仰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那样东西的保证呢，是我在我侍奉这么多年最好最好的，可以说去分析回其实是跟从神的带领那个的比例呢，最好最好的呢都是 30% 的。OK， 但是神就要我去 100% 去做。即等于举个例，如果真的我要对比，我感受到神呼召我不跟从我爸爸去做建筑公司啊，承受他所给我的成分的行业啊，而反而要开始一间教会呢，我是得 10% 的。OK， 但我是做足 100% 的。OK， 关于我们教会当中要去真的学习关于医治啊，因此运作，讲真的，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呢，我最主要是除了懂讲方言呢，就是研究圣经的。OK， 但是问题就是在当时我对圣经的理解是都是肤浅的，我不知道就是说，其实所有因此我们可以有晒。但是问题，当我考虑到要研究关于我们教会当中要学习恩赐运作啊，医治病人啊，将这样东西成为教会当中应有的一个系统啊，因为为什么 你成为教会系统好多好多嘢做的，你知不知道？普通教会不需要医治病人啊，基本上一个基督徒病死啊，你最多在他面前扮下关心他，你回到家你可以忘记晒所有嘢，你不需要为他禁食，不需要为他代祷，不需要为他睇圣经，你不需要。明白啊，你不需要纪念那样东西，因为给回西医去处理嘛。你估计不知道基要教会的牧师他们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啦，你知不知道？所以我知道就是如果 你要负责埋，哇，一会又负责辅导，一会又负责埋教会当中这些的，连病人你都为他祈祷啊，哇，赶鬼你又跟埋他，你不赶你入青山啊，哇，你真的好不得闲啊你。因为我知道就不用做这些事的教会的牧师是几咁得闲啊。OK， 我讲俾你听，有啲嘅教会连佢哋嘅祷告佢都唔需要自己预备嘅，佢有本书俾佢哋照翻读嘅。佢哋个主日信息，咁佢哋个宗派有本书俾佢每个礼拜上去读嘅。嗰啲书我自己都有大把，你知唔知道？我讲紧嘅就佢嘅宗派，总之你照住我呢一份嘅笔记去读咧，嗰、那个主日咧，你合格噶啦，我唔会炒你嘅。嗰、那个系得人得好紧要嘅，我牧师可以平时食烟啊、讲粗啊、打麻雀啊、去赌马。都没问题，因为他不需要跟从神，他不需要神认可。很多教会其实根本可以说是很清闲，很少事做，所以变成在当年，哇，即有感动要赶鬼，有感动要医埋病人，因此运作，这些每一次教会的突破，我是得 20% 是肯定我们教会是需要做的， 10% 至 20%。 但问题我 100% 知道呢，圣经要我怎样回应这些真理，我 100% 知道，即究竟那样东西神会不会给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做不做到呢，身为一个牧师会不会做到呢？你知不知道一般教会连最认识圣经那个人都应该不是自己牧师的嘛，一些教会恩赐运作最厉害的那个都应该不是自己牧师的嘛，一间教会能够成为先知那个都应该不是自己牧师的嘛，你知不知道？所以变成每一次这些的责任去了我身上的时候呢，我只是得 10%、20% 知道应该我都要做的，应该我们上教会都应该要做的，但我 10-20% 知道要做，但我 100% 知道我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呼召。 OK， 很多时候就如我所说，神呼召我做牧师也好，呼召我放弃我自己的前途去选择这条也好，从来没有 50% 的，在过去从来没有的，但是在今次2012信息呢就有 50%。 但是就算是 50%， 我也知道就是说，虽然我只知道有 50% 肯定，
当然而家唔止啦，但我 100% 知道我应该点回应，我亦 100% 知道你哋点回应，所以我咁回应，我教你哋点回应。OK， 但系呢、这个就系信仰嘅历程，喺你人生当中啊，嗱，我起码我侍奉咗28年啦，我真系有50%嘅肯定，即系事实上嘅肯定啊，即系唔系讲信心肯定啦，系咪？事实上嘅肯定嘅话咧，系只得今次2012上色。在之前我带领你们这么多年，是我是100%信心肯定，我知道我应该怎样行，但是关于每一件事的方向是 10%、20%、30% 肯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直接在2009年直接决定转了我们分享信息的方向，这三年都是分享这一套信息，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在以前过去当中也从来没有任何这么多信息有咁多印證啦，喺今次呢三年裏面，可以話係我人生當中咧最興奮、最開心嘅日子嚇，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啊，即係我有生之年我嘅侍奉同埋我嘅講道咧係有咁大嘅影響力啦，咁犀利嘅 prophetic 啦嚇，即係講真，我可以講一句，如果2009年至到今年，即係如果能夠去到咁樣一路講嘅時候一路應驗啊嚇，即係嗰種嘅信息。嗰種嘅分享，甚至個發生事件嘅時間咧，嗰種嘅吻合程度咧，係完全神嘅恩典嚟嘅嚇，完全係真係我哋係第一就真係好明顯神帶領嘅方向，第二就真係我哋係照足聖經所講嘅原則咧而行咗去進入喺神嘅旨意裏邊。但係問題你會睇到冇錯，呢個係好榮耀嚇，即係甚至係嚟緊將要帶一個好大嘅復興。但係問題就係、是、仍然係嗰句，到有一日係100%肯定嘅時候。我讲的是 100% 或者是 120% 是事实的时候，到时才走来信主的人，或者会有人问，哇，他们反应这么好，为什么他们被提不到啊？这样，我相信今天解释了个理由是什么了，是吧？当你们第日有机会辅导这帮人，去教导这帮人的时候，提醒这帮人的时候，在他们的信仰上，他们要面对信仰考验，或者这套信息他们不需要面对很多信仰考验，但是神恩待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在我们被提的时候跟你一起被提的话呢，那记住这个被提是进入哪里啊，圣殿的。所以有机会在被提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们面对人生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放弃。有些讲的 是大财团的 CEO， 有些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明星。神可能突然间佢半年里边完全放弃晒佢所有嘅事业啊，所有侍奉啊，就系嚟帮呢间教会去将呢个信息去传扬，因为已经我哋系得到系乜嘢？系讲紧系到时嘅印证系大复兴一定系已经系100%或者120% 嘅事实，但系神同样咧会喺嗰个情况底下咧，以呢啲人咧喺呢个信息之上咧作出一个更大嘅牺牲、更大嘅付出吓，到时你哋唔好阻止佢。明白吗？因为有机会就是最后那几个礼拜那几个月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付出，他们的侍奉，他们甚至可能帮我们画画，帮我们去拍感人短片，又或者而赶得上最后几个礼拜竟然是被你看得到。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作。而你们将会见到在历史上最多的委身，最大的委身，最庞大的出埃及呢将会出现。就好像在历史上你会见到大量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亦有少量的埃及人呢跟住佢哋离开，但系将会嚟紧日子咧，会有少量嘅神嘅仆人被提，有大量嘅外邦人咧喺短时间当中咧都赶得切被提。启述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嘅人，都要拜他。求重拾信念，心志再不消磨，挪开心中冰冷，攀点起爱火，仍持续奔跑，不理前路受阻，全心奔往，危与困给我冲破，心愿已成为你活
金木最初堂，持守当初那份爱，奔跑不计痛楚，挪开主观的隔阻，身份轻坚稳不怠惰，神啊恳请塑造我，容我发热成光芒，神啊恳请你用我更